那这个是机器的分切刀组，那可以左右移动的。现在我们不分解，就把它移到边上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材料挂在这里，这是一组料架，有带轴承的，前面轻轻，然后后面就跟着转。这是一组张力装置，材料在这里绕一下，拉直铺平。这个是自动送料机的轮子，下面那里是一组张力装置啊，这里有带电眼自动感应的啊，前后自动匹配。这里是一组张力啊，经过这里，那把材料一直都拉直铺平了。机器是电脑程序控制，要切多长，长度可以任意设置啊。我们现在切560毫米长，那这个速度可以调快调慢啊，可以设置批量。你要切多少个，可以设置一个总量啊。手动的进料退料啊，启动停止，操作非常简单的。我们切一下，看看这个效果。自动送料，自动裁切啊，切完自动在这里堆叠整齐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切出来的效果啊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个断面呢，非常平整的，一刀切断的，很干脆。两头都是，切得很漂亮的。